蟒蛇和老虎哪个厉害？蟒蛇和老虎哪一个更厉害呢？主要是取决于体型的大小。如果它们当中的一方体型比较大的话，那么它获胜的几率就非常大。由于老虎的体型要比较庞大，所以如果蟒蛇想要杀死它的话，首先就要让自己的体长要不少于10米，这是一个要求，这也是一个标准，这样才能够杀死老虎或者是击败老虎。其中就有一些蟒蛇的体型会生长到10米以上，就比如说网纹蛇和网纹蟒、绿森蛇、绿森蟒等等。在中央十套曾经就播放过一部科教片，是科学家通过电脑模拟来比较蟒蛇和云豹相搏时的画面。